我们今天是3点钟左右到达这个溃口现场，到达这个现场就很困难。我们是通过坐冲锋舟过来，大概是在那个湖面上应该走了大概快1个小时才到这里。整个这一块可能水系啊，包括这个情况都比较复杂，水下环境比较复杂。你看淹没区域的范围很大。